分享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黑暗灵魂三》。角色是盗贼，我们就出发吧。啊，是操作镜头。啊，不然普通攻击。啊，重攻击。锁定跟解除目标，按 R3 锁定。啊！按叉是后跳 ，L 跟叉是翻滚。移动跟叉是冲刺。替尸的灵魂。你是失忆啊？那你既然你是失忆，就吟首诗来听听吧。配我的死亡螺旋。我这边还有一只。我觉得我已经扣了不少血。L1 是防御，L2 格挡，来试试看。没有啊，没有啊。L 加 R1 是 T 级，什么 T 级？哪有 T 级？虽然跟我一样，职业很难玩。这样，我努力。安安，法师比较好。可是，法师，哎，我都已经选了，就这样吧。L 二，双手持这样，然后 L 二。哦，好像很厉害，可以钻过去。好像很厉害耶，来换回来，我来试试看刚刚那个防御。反应。何以飘零去？何以扫团？我念不出来啦。法师后期就不好了，折返吧。我不要折返嘞。为什么他要我折返呢？这是什么？哇哇！
外有小王，我还打不赢，所以我要逃的意思吗？哦，我逃，我逃，不要打我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原谅我。啊，要站起来的意思吗？没有，他只是被我踢倒而已。打他有东西拿，好啊、哦，哇，卡哇伊，还好吧？初始的小盾可以弹反。就是他刚刚说我格挡的那一招吗？格挡了，然后再打回去。补血了。我试试看啊，他砍我的时候。没有用啊，他还是可以砍我啊。还是可以砍我啊！哎，这个冲锋血迹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你在说冰块啊？失败，失败哦，好吧。血迹代表什么意思啊？别人的死，好，看起来在那边死的不只有我，来吧。哦，有枪的那一声才叫做有打到，对不对？哦。直接杀掉哎、欸！哦，它要比较重、沉重的那种声音才是有成功。大概有讯息吗？来试试看。出生是什么？盗贼。觉得这个好像没有很容易按。什么都没有，就只是盗贼是攻速快这样子。
那我直接冲过去打掉就好了吧。嗯，这上面有，它怎么跳啊？哦，落下攻击，刺杀！哎，怎么没有？我用错了吗？我看到魔王了，来吧！呀，我应该把那把大剑拿来用啊。我先好了。哎，怎么补血？怎么补血？怎么补血？走开！我不会补血。好，中招了！好，太好了，救了我一命。我看我有剑齿，我可以换弓箭吗？我有没有弓箭可以用？欸，有欸。我要什么装备嘞？嗯，我其实有装弓啊，欸，它是左手武器。哦，这样。那我要怎么打？不是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休息好了，没有用的，用火焰瓶打怪会掉，是啦。
弓要怎么发射啊？哦，这样就会发射，可是我箭头会变少哎。箭头插在他身上，我可以抽回来吗？不行，好吧。啊，我要跳去吃对面那个。哎。没成功，统领出我的宝具来射击，我没有办法，太困难了。这次不用拔剑了，他直接。先偷回自己的灵魂。哦！哇！立刻就死了。对啊，看来我要卡很久了。我开始怀念我的小法师了。你有时间再去买吃的，可以啊，应该有。我觉得你买回来，我好不好再做？我跟他拼了。
好，我先离开了。四大职业，打世纪帝国，最好上头是战士，这样打不赢要贴身打，贴着他就不会被攻击吗？好，我试试看，打持枪看后面有没有藏神器，又不是纳克。不能找，就算可以找我也不会找。好快，我好像要再慢一点再躲，等他跳了再躲。我也可以多打几下。人不贪心，天诛地灭。对啊，终于胜利了。我身上怎么红红的？这是受伤了？
喜欢的话，可以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天鸟熊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